位好，我是子清啊，我现在身边的搭档换成小南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地表最强十二人直通东京的这个开幕式现在已经开始了。现在呢，一个太空人举着我们这次的这个旗子啊，缓缓地来到了舞台中间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全息的大屏幕。四方的亮罩子，哎，然后现在屏幕上正在进行倒数，特别有科技含量感觉。是，这个有点登月的这个意思。嗯，小南，你觉得这是什么寓意啊？这个应该是我们这次的题目叫做“地表最强”嘛，哎，就是有一种突破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是说什么呀？就是地球人已经拦不住中国乒乓球了，拦不住中国乒乓球了。哎，只能找外星人了。确实啊，是非常的炫目。哎，现在呢上了是这个舞蹈环节。我们可以看啊，这个啊现在其实一共是十二位舞者，但是呢有两个是在我们说这个球台旁边的。是，这个寓意就是说什么呀？地表最强十二人，十二个运动员，但是呢男女队各选出一个最终入选的，就是把那两个入选的已经照在里边了。而且这个跳舞啊我不太懂，这个小南是专业的，据说这次这个舞蹈还融入了很多这个乒乓球的动作，是吧？这个是刚才那个像是挥拍吗？哎，而且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，就是这个舞者中啊其实还有这个外国朋友。是的，我们，哎，我们现在眼前这一位就是一位外国朋友，但是呢入选的肯定只能中国人。哎，如果有对电影比较熟悉的朋友啊，对这个曲子应该是非常的了解。 Eye of Tiger 是电影洛奇啊，特别是如果你看第三部的话，主题曲。为什么选这个曲子呢？一会儿我们可以插播给您介绍一下啊。先把时间交给现场的麦克邱雨琴。现场，首先有请中国女乒队员入场。
有请陈梦。2016年世乒赛女团冠军，有请。